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下课。起立。同学们，再见。老师，再见。你能干什么？哼，你这个插班生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不就是徐小凤吗？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保密。那你妈妈是做什么的？也保密。哼，左一个保密，右一个保密的。我看是因为你爸爸妈妈的工作太差，不好意思说出口吧。你管得着吗？反正就是保密。我看他有可能是没有爸妈妈的野孩子吧。你才是野孩子呢！扁他。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，在这里，你们这样是不可能蒙混过关的。加油！快点，快点！
跟着爸爸。你答应过爸爸，要做一个懂事的孩子，对吗？爸爸教你格斗术，不是让你去欺负同学们的。